我也喜欢这个，姐妹们，嗯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有点堵车，来晚了。没事没事，你们等久了吧？就差你了，赶快。好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人都到齐了，你就别卖关子了。啊，叮叮叮叮！哇！哎，恭喜恭喜啊！恭喜恭喜啊！先恭喜恭喜！恭喜你啊，小米，谢谢。 虽然我知道你最近神神秘秘的，肯定是有情况，但是你这速度也算得上是闪婚了吧？对呀，哎，咱们上次聚餐的时候，他不是还念叨着断续的吗？哟，你们说话有点分寸啊，人家正主在这儿呢，不许瞎说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就开玩笑嘛。就是嘛，跟人西西有什么不能开玩笑的？就是，哎，你跟断续什么时候办事儿啊？哎，对呀。 我们才刚开始不着急，哎呦，这段旭跟你在一块儿心里有数的呀，这谈恋爱嘛，谈的差不多就得了。最主要的还是结婚呀。就是，我猜啊，段旭其实心里是有准备的，这要不然不成了共产耍你了吗？没有没有，我们最近也在商量。西西，怎么了？他表现不积极啊？没有不积极。 就是你知道他很忙吗？整个项目组都是他负责，就是有点顾不上。哎，不是你们嚷嚷要吃这家的吗？菜都凉了，赶快吃菜吧。啊，这是，哎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。哎，西西，我跟你说啊，这男人呀，就没有一个是心甘情愿要结婚的。 尤其是段旭，你看呀，他平时自由惯了，可能一时没转过弯来。不过你放心，他既然选择跟你在一起，就肯定不会乱来的。再给他一点点时间。这时间是一点都不能给。说是，这婚是越耗越不想结的。哎，他说的有道理。这结婚不冲昏了头，谁会结婚呀？我跟你说，你现在要做的呢，就是去感染他，然后呢，把他架在那里，等他松了口，这一切就好商量了呀。对，说的太对了。嗯。 我就是这样的。对呀，你千万不要幻想什么浪漫求婚仪式、真心表白之类，那都是作秀。哎，我们普通人结婚，就是一时冲动，但凡多一点思考，那估计就结不了了。谢谢。吃。哎，吃东西，吃东西，谢谢。 天野，我今天看领导审片越审越开心，这事儿是不是没什么问题了？没错，公司说让咱们再备个两期，高等最近播完那个特别节目，叫咱们上。太牛了，温如雪，咱们第一次主持直接就黄金档 solo， 这多招人恨呀！虽然你现在的情况还不能签公司聘，但签个节目约是没有问题的。你跟我们大家都处得这么好。 干脆你也别想着随时走，踏踏实实把约签了。做稳这个节目主持人多好。签了吧？这些坏人，少在这里起哄架秧子。咱们既然说好了，就按说好的办。节目约我肯定是签不了的，但是如果你们担心把我养肥了，跑到别的地方去赚钱呢，我可以跟你们签一个竞业协议，这个没问题。嗯。呀，学姐。 你这戒指是啊？我结婚了。啊！这也太突然了吧！跟谁啊？谁啊？谁啊？你们都很熟的，白先生。哇！你们这保密工作做的也太好了吧？就是学姐，大家都是同事，好歹也得通知一声啊。通知了吗，学姐？那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？ 对啊，都低调一点。咱这个新女性的形象刚建立起来啊，这戒指以后，陆姐们的时候就别戴了。是不是每一个宣传都像你这么事儿妈呢？哎，无论如何，这都是一件好事。来，我们一起恭喜雪儿。恭喜雪姐，谢谢雪姐，再提前给你庆祝了啊。嗯，这么不给面子啊？开车了，喝不了酒，而且我没什么好恭喜的。
这还有个吃醋的呢。你没有看出来他是不想随份子钱吗？抠。谢谢啊，开车慢点。那么着急干什么？怕白主厨看见。既然有了夫妻的关系，多少应该顾及一下对方的感受吧。不是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他的手上呀？不然像你这样的人，怎么可能匆匆忙忙就把自己嫁掉呢？导演，我现在呢是已婚人士，你这样不太好。你有权选择结婚，那我也有权选择继续欣赏和爱慕。那就请你收敛到谁都看不出来的程度。我们才是同一种人，不断的占有爱情，享受自由，才是我们追求的人生。你心里清楚，你喜欢跟我在一起，所以即使你知道白主厨会生气，你还是会上我的车，不是吗？我上你的车是因为我可以早点回家陪他，这样他会很开心的。口味的面啊，怎么这么酸啊？对不起，手抖，醋放多了。你是在生气吗？哼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是偷窥到了沈括送我回家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小心脏有点受不了了。警告你，不要太嚣张。我们现在可是合法的夫妻关系，我随时可以办了你。你少来，谁还不懂点法呀？就算在婚内，我要不愿意，你也不能乱来。敢说你不愿意吗？至少现在，我只想吃面。算就算吧，谁让我吃人家的嘴短呢？咱们把婚礼办了吧，把亲戚朋友，还有你那些同事，都请过来，热闹热闹。胡爸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以前就是干这个的。我现在听到婚礼两个字都有点想吐。那能一样吗？你这次只负责美美的把婚纱穿上，等着别人伺候你就好了。其他的呢，交给你那个小徒弟，也算是送他一单生意。你是想宣誓主权吧？正是。倒是坦诚，我不喜欢别人对你虎视眈眈的。既然咱们两个已经结婚了，那该给你的都应该给你，一样也不能少，要不然会显得我不讲究。不用，我了解你，你绝对是个讲究人。免了。你不在乎，我在乎，我希望你也能在乎。对我来说，这个婚礼就意味着你愿意在别人面前承认我的存在了，你愿意告诉所有人你是有主的人了，
这对我们关系的界定很重要。什么词来着？不用那么紧张吧，白先生。那个，我是今天的伴郎，不是新郎，白向文。感谢各位亲朋好友来参加我跟温如雪女士的婚礼，谢谢。在过去的十多年里，我一直到处奔波，我以为我的生命不需要跟任何一个地方有联系，没有一个人会愿意为我停留，直到我遇到我身边的这个人，用了30多年的时间才遇见了彼此，时间有点长啊，但正因为这样，我才更加珍惜你，就是我的命中注定。从此往后，我的幸福与你有关，亲爱的。我想让你相信，我爱的是一个完整的你。你在我面前完全可以做一个真正的自己，我愿意尊重你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决定。我希望你能完全的信赖我。往后，我们要在一起过日子了。我会支持你，保护你，不让你一个人去面对这个世界。只要你需要，我永远陪在你身边。我不行了，我太感动了，我要准备好哭了。太夸张了，雪儿都还没哭。不行，这不是我想要的婚礼啊。我来上海15年了，除开读大学还有在别的行业扑腾的日子，我大概有8年的时间吧，是在给各种各样的人办婚礼。今天轮到我自己了。但是说实话，我没有期待过这一天，我也没有想过我会愿意面对这一天。昨天晚上啊，我真是一晚上都在想我今天在这儿到底要说点什么，焦虑的我呀，我差点趁着天黑我就逃跑了。我偷偷看到你了，你当时睡着了。我是一个特别不愿意让别人失望，也更害怕让自己失望的人，所以我不确定我一定能做到的承诺，我讲不出来。好了，纸巾可以收起来了。我接下来的话，你可能不一定觉得煽情。我想来想去，我觉得在今天这么一个重要的场合和日子里边，我还是想跟我的先生和在座的朋友说我最真心的话。
戒指呢，领证那天我们俩就戴上了，所以这个程序就免了。白向文先生，我可以跟你保证的是，我爱你的每一天都全心全意，我会尊重你，我会向你坦诚，我已经做好准备跟你过接下来不管是幸福平庸还是倒霉的日子，我会很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时光。所以如果我们有幸可以白头偕老，我会心存感激。如果离别会提前到来，我也希望那是我们因为爱而做出来的选择。白先生，我不信命，但我信你。我现在宣布，新郎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，我们一吻为定。沈大导演迟到的有点离谱。快快快，新娘要跑跑跑了！抢跑吧，抢跑吧！准备好了啊！准备好了！三、二、一。咱们的改造提案被温森特给驳回了。我看到了，我现在去找他。你要走？啊，对，我公司有事要处理。哦，那我……你自己安排好吗？谢谢谢谢谢谢，多吃点。快，坐下坐下，多吃点。坐吧。给我吧。合作授权给我吧，我签了。嘉欣跟你说了？没有啊，但是你早上那么大声，不就是说给我听的吗？这儿。我可是为了嘉谦啊。明白。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他失望的。好好干，新婚快乐。Hello， 来啦。可以呀，温如雪，这么着急公开，有人要你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你现在已经是个已婚妇女了。已婚妇女有什么不好吗？恭喜啊！不过我倒是要建议你，是不是再考虑一下，这已婚的身份不要那么快曝光，毕竟你已婚的身份不符合你结婚的人设。对你事业的发展多少也会有些阻碍啊。我呢就是个暂时顶班的，这也不是我毕生的事业，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呀。再说了，职业女性不能结婚，什么奇葩的封建迷信和观点歧视啊，对吧，成大制作人？说的倒是有道理啊。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哎，还有好几桌咱们要敬请了。恭喜你啊，白主厨娶了一个这么招人的老婆回家。哎，如果当时婚礼有那么一个有没有人反对的环节的话，我一定会去抢亲的。真不好意思，就是为了顾及你的感受，所以才把这个环节给取消掉的。太拼了你，多喝点啊。我的荣幸。来，为什么要驳回我的方案？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，
你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，这明明就是你一个人能做的决定。你的改造动作实在是太大了，第一，影响到酒店的销售和管理；第二，有可能动用到其他部门的年度预算；第三，整个酒店的网络因此要做全面的升级，你考虑过吗？不能只看到困难，你为什么就没有看到未来的预期呢？那你的预期，客户不一定买账的，对于新科技的预测谁知道？你试都不去试的话，那不就注定落后吗？我知道已经有其他竞争对手在跟酷易做同样的接触了，况且你要知道 Jessica 是因为跟我们是战略合作的关系，所以才愿意优先跟咱们合作的。而且这人工智能本来就是未来的趋势啊，你应该选择去接受它，利用它，而不是去抵抗它。这件事情可以再聊，你先做好眼下工作。这就是我眼下的工作。闷子，我知道你有你的立场，我也知道你怕我比莎莎优秀给你找麻烦，不过你要知道，只要是我丁慧乔想要做的事情，我就一定不会放弃。这么不小心，你刚才吃相够难看的了。谁吃相难看了？我跟你说，结婚这种喜气呢是一定要沾的。你不愿意跟我结婚，还不允许我自己期待一下？咱不是说好了吗？先一块过日子，先不提结婚。是说好了要一块过日子。那一块过日子不就是为了磨合？磨合最后不就是为了结婚？你看你这总提结婚。谁总提了？今天刚提。结婚不就是一形式吗？有那么重要吗？对你来说是一个形式，对我来说就是愿意为我负责。你看人家温如雪之前一直说不想结婚，最后还不是为了给白向文安全感就跟他结婚了。那你就不能也给我点安全感？行了，人家婚礼上，我不想跟你因为这事儿吵架。谁跟你吵架了？我也没跟你吵架呀。不吵不吵，走走走，不吵架，吃饭去吃饭。不想吃饭。既然都说到这儿，那干脆把话说清楚好。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了，你从来都没有说过你喜欢我，你爱我。那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我，那爱和结婚是两码事儿，是一码事儿。如果你爱我的话，你就会为我着想的。能不能不逼我？逼你？但是。你觉得我在逼你是吗？段旭，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娶我？好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分手算了。视频直播吗？他没说什么吧？还叫阿姨呢，人家改口费都给你了，你没看短信提醒？这也太多了吧！甭管多少，你先收着，回头你们俩自己掰着去，跟我可没什么关系。
赚大发了。哎，那我先告诉你啊，我妈可给不了你那么多的改口费。咱妈说了，你下回你带我回去的时候，她把咱们家的宅基地给我。嗯，我们家那宅基地老值钱了，肯定能买你们家一卫生间。吃的，别断续气饿了。你直接给他打电话呗，别影响我姐。他肯定关机了，有什么好影响？谁这么不可以？我看完会给你带回去。姐们儿，你真打算在新婚之夜就这么冷落我，跟姐们聊天？我这不是刚宠幸完你吗？你好好休息会儿，刚才也累坏了。据说啊，现在结婚比这誓言婚戒更有诚意的是交换彼此的手机密码。哎，展现一下我的诚意啊。哎，交换手机密码就是个段子，你还当真啊？我觉得挺好。既然咱们俩现在结婚了，那就是一家人，再往后就得相濡以沫、坦诚相待、白头偕老，不需要什么秘密。过去的事情不提也罢，可这往后……过去的事情有什么不能提的？哪件不能提？过去的事情，就让它随风而去，烟消云散吧。我说的是往后。就是说，往后我们俩在彼此面前要做一个透明人。简单明了，不好吗？不可怕吗？我知道啊，现在很多人保留这个神秘感，是为了提升彼此之间的这个吸引力。可是咱们俩不需要，就像我在婚礼上对你说的誓言一样，我喜欢的是完整的你。你在我面前完全可以展现出一个真正的你，那样的你才是一个妖娆的、迷人的你。嗯，只要你对我足够坦诚，那我对我们彼此之间的感情也有足够的安全感。安全感不够呢？是因为彼此不够信任，跟把对方拆解干净是两回事。我从来没有想在你面前保留什么神秘感，我真的只是希望能有我自己的空间。你想在您的空间里装点什么呢？你想在我的空间里看点什么呢？大晚上的，你想去哪儿啊？我本来只是想去喝杯水。然后呢？你提醒我了。不是你要干嘛？我想出去散散步。我睡你。大晚上的，那行，我陪你。不用你陪我。不是今天晚上还有比我更需要你的人吗？你说你会尊重我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决定。我现在就想一个人下楼散散步，可以吗？Thank you.
今天我跟雪儿的婚礼，您不能来，太遗憾了。向文，谢谢你对我们家小燕的这份心意，如果以后她有做得不对的地方，你多包涵。她十几岁就离开家出去打拼，一个人任性独立惯了，别看她对什么事都无所谓的样子，其实是心里没有安全感。她在上海有你，才算是有了真正的家，我放心了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出来找你了，你在哪儿呢？在哪儿，在哪儿，在哪儿？管我在哪儿？你别来了，我在乔乔家睡了。走啦。走了。回我们刚才上车那个地方吧。好的。走。早啊。吃早餐。大惊小怪的，他们家停热水了，我今天要录像，总得回来洗个热水澡吧。哎，你的衣服我穿的都挺合适的，没衣服穿就来找你啊。嗯，吃饭。哎，你不吃早餐啊？这么快就过不下去了？不至于，过不下去的话他会说实话的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。跟你们说啊，真的想玩离家出走，都是希望被找回来的。现在都没有人找，看他怎么收场。放哪里？谢谢。我已经把方案提交上去了。最近呢，我也会约下大佬，好好的沟通一下。慧乔，我觉得一次性改造有点困难，咱们争取部分试点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在赶去昆玉的路上呢，具体的采购方案还有预算问题，我再跟 Jessica 争取一下，尽量让公司承担最少的成本，用最快的时间达到最好的效果。OK， 你那儿有任何消息，及时跟我沟通。好的，谢谢你 ，Sam 姐。这次你们酒店的智能化升级，这动作有点大呀。我们酷艺董事会也研究了你的方案，是是是。但是杰西卡私下跟我提过丁总的想法，我个人觉得，他给出的性价比更有吸引力。怎么可能呢，梁总？市场部的价格我是知道的呀。我指的性价比，不仅要看价格，还要看整体方案的设计和执行力。而你给我的改造方案和后续推广活动，实在是差了点意思。再说了，你们丁总的方案很不错呀，你为什么还要舍本逐末呢？梁总，我们邓总的方案是外包团队做的。梁总，莎莎，你不能因为和丁总过不去，就把我们给偷工减料啊！如果这个项目签不下来，对你也没什么好处，对不对？梁总，怎么会呢？您看啊，这样好不好？如果您只是觉得具体实施有问题的话，我重新给您出一版方案，保证让您满意。梁总，来喝一杯。来来来。梁总，吃菜。吃菜，吃菜，梁总。
梁总，今天实在是不好意思了，我们的方案还请您多多考虑，我们一定会按照您的那个方式去改变的。谢谢你的款待，我的话你再考虑考虑啊。梁总再见。梁总慢走啊。对不起姐，我刚刚喝的有点晕。你喝的有点晕？你怎么回事？喝点破酒就可以随便说话？如果因为你坏了我的事儿，你给我吃不了兜着走。好的。学姐好了，谢谢啊。你在哪儿呢？你好歹告诉我你在哪儿吧，我出来找你了。你在哪儿呢？学姐，哎，新的海报已经做好了，你看看。哦，亲爱的，之前不是跟你说了，录节目的时候咱就别戴戒指了吗？不就代表结了个婚吗？为什么怕人知道啊？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，节目有节目的立场，你有你的人设呀。结婚是什么能毁掉人设，然后让人觉得很丢人的事儿吗？观众呢，不需要靠我来满足他们的浪漫幻想。但是，学姐，您这边准备好了吗？现场请您过去。好的，我马上过来。挺好的。老公呢，其实就是官方认证的男朋友而已，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放心吧，没事儿，加油。主厨，3号桌客人的甜点，检查一下。做甜点的手艺我比不上你，哪敢班门弄斧啊！一天天的抛头露面，我看你挺骄傲的嘛。那自己老婆优秀，当然要骄傲。主厨，嗯，我一直以为你会找一位家庭主妇，没想到你也找了一个犀利的女强人。是。如果我之前的话冒犯到你了，请你原谅我。我原不原谅你没关系，不过我估计你太太的身体力行会告诉你，你的观点不一定正确。蒙肯说过，男人靠吹嘘来表达爱，而女人呢，靠倾听来表达爱。所以，当女人的心智成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就很难给自己找到一个丈夫。因为你在倾听他吹嘘的时候，心里一定有无数的嘲讽的声音，所以不好意思，我忘词了，不好意思。来，现场休息10分钟。你昨天没睡好呀？谢谢。白先文是不是又打击你啊？你可千万别听他的，他就是觉得你太优秀，怕你被别人抢走，巴不得你天天在家洗衣服、做饭、生孩子。行，我不说你老公了，行吧？温如雪，咱们做不成夫妻，但至少能做成好哥们吧？你跟白先文以后有什么问题，尽管可以问我。我毕竟是个男的，我可以跟男人的身份和角度帮你提一些建议。你呀，我怎么了？建议不好，我还建议不散吗？就是这样，保持好状态，好好录，完事之后带你开小灶去。嗯。
好了，导演知道了。可以是吧？嗯，可以。好嘞。来，各部门准备继续。走你！哎，我俩走！哎，再来！哎 ，OK。哎，看我的啊！哎，哎，Yes！ 啊，终于赢了！你是不是干什么事儿都这么认真啊？也不是啊。就是想找一次机会，找一点掌控的感觉。掌控？为什么呀？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输了呢就要请吃饭，一会儿跟你说。点外卖吧。哎，我从来不吃外卖的。在这等我一会儿，我马上回来。